迎收看108年7月18号的港都新闻，我是蔡雅欣。顺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顺早点。高雄市古山高中举重队表现优异，参加国内外竞赛屡传佳绩。韩市长特别到校颁赠举重队30万元慰劳金，也鼓励选手放眼国际，继续为国争光。台风季节到来，市长韩国瑜特别前往鸟松区勘察逢雨必淹的神农路，发现下水道除了淤积严重，也有设计不良的问题，当场指示水利局加强清淤。为了协助处理跨境旅游消费争议，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举办论坛，副市长叶匡时出席论坛，也特别提醒消费者出国前要多做功课，如果发生争议，政府也有相关保险机制可以协助处理。高雄市古山高中举重队表现优异，不仅国内外多项赛事勇夺佳绩，还吸引菲律宾举重奥运选手异地训练。市长韩国瑜特别到校颁赠30万元的慰劳金，除了加冕选手外，也鼓励学生放眼国际，继续为国争光。高雄市古山高中举重队参加国内外举重比赛屡创佳绩，市长韩国瑜18号下午专程到校加冕全体选手，并且代表市府致赠30万元慰劳金，肯定同学为国争光。韩市长鼓励选手再接再厉，也别忘记充实自己，放眼国际。再一次的感谢所有参与比赛的我们这些举重选手，让高雄市增加很多的光彩。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然后在课业上也千万不要放松。特别是我们吴局长今年正式推出英语的夏令营。我们今年开始，高雄就要开始正式推广中英文双语教育，所以即使运动选手也千万不要放弃了英文，你们随时国际比赛都要用得到，所以把体力训练好，把运动项目训练好，同时要增加自己国际上移动的能力，希望所有的选手们大家一起来共勉。古山高中不仅在举重比赛当中拿出好成绩，也吸引菲律宾举重队员异地训练，相互切磋，尤其学校长期支持举重队发展，并且争取企业赞助，让选手训练过程无后顾之忧。一个充满爱的环境，而学校又这么认真的让孩子没有后顾之忧，我想这个是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就特别请市长来颁发给他们奖励金30万。那贺宝夫也是透过我们运动发展局局长去跟他们谈，所以贺宝夫也愿意赞助这个学校25万。我想这个对学校来讲，对孩子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古山高中举重队选手除了实力坚强，品德教育也是第一。获选总统教育奖的谢孟恩，今年入选国家奥运举重除训选手，他决定将奖金捐献出来回馈学校。餐费跟生活费，然后学校都有帮助我这样子，对啊，然后刚好学校也是我启蒙的学校。所以想说有这个能力就想要回馈给他们，这样子精神上给他们打气加油，感谢还有鼓励。因为今年的确古山高中得到非常好的成绩，有6面金牌、4面银牌、4面铜牌，而且男女双料的一个举重都得到冠军。那所以我们今天市政府捐了30万，当然也请一些民间的企业家也同时捐了一些金钱。韩市长肯定同学表现，也鼓励选手再接再厉，希望有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进入国家代表队，进而为高雄、为台湾争光。港都新闻王思武、潘志光采访报道。尽管青苔丹纳斯提前北转，对台湾不构成威胁，但面对上任后气象局发布的第一个陆上台风警报，高雄市长韩国瑜不敢掉以轻心。除了开设2级灾害应变中心，韩市长也要求各单位严阵以待，期盼达到零灾害的目标。面对青苔丹纳斯台风进逼，高雄市政府17号下午开设2级灾害应变中心，市长韩国瑜亲自召开第一次工作会议，坐镇指挥。可能造成的淹水、塌方、落石等情况，要拜托各单位能够务必坚守岗位，积极做好防汛应变，以及呢各种救灾的工作。如果有需要提供资源协助的地方，请立即报本市灾害应变中心。同时也拜托所有我们工作的伙伴，
特别要注意自身的安全。由于这是新市府团队首度面临台风来袭，海市长呼吁民众防范台风所携带的豪雨，有任何灾害立即通报。他也责请各单位坚守岗位，期许能够做到零灾害。我们新团队上来第一次面临到了台风，希望各单位都能够严阵以待，好不好？尽量一定要做到零灾难。韩国瑜市长关心台风准备情形，并与山区沿海区公所视讯，了解物资是否充足，并掌握防灾及人员安置状况。所幸稍晚，中央气象局预报台风提早北偏，脱离陆上警戒区范围。晚间九点，灾害应变中心撤除开设，市府宣布18号正常上班上课，首场防台应变有惊无险。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长韩国瑜前往鸟松区勘察逢雨必淹的神农路，看到下水道严重淤积的程度，加上设计不良，让附近住户多年来饱受淹水之苦。水利局预估神农路下水道多达3400吨的污泥，可望在8月底全部清理完毕。怪手不断将下水道里的淤泥和垃圾清出，量多到需要出动好几辆的大卡车来帮忙清运。再进入下水道里看看，箱涵里淤积严重，2.4米高的下水道，垃圾和污泥就高达了1.5米，也难怪神农路逢雨必淹，几乎快要成了神农河。这里要不通的话，永远淹水，3000多吨的。听到下水道里的淤泥估计达3000多吨，让前往视察的高雄市长韩国瑜也不敢置信地摇摇头。而经过水利局实际勘查后，发现更夸张，排水孔的设计也出了问题。我们发现到它的排水口是个很大的问题，它原先的箱涵呢是4米宽、2.4米高，但是它出水口却是只有2个80公分的这个箱涵，它的排水量是不够的。大水管里全是污泥，出水孔又只有2个小水龙头，也难怪鸟松区的神农路一带淹水严重。高雄市府不断地进行清淤工程，目前总共清出了2500吨的淤泥，同时也在上游进行分流，将水量引导到另一条排水道，预计应该能够彻底解决当地的淹水噩梦。这数量太大了，现在显然我们水利局是用上游、中游、下游全部都同时三箭齐发了。上游的水开始分流了，1/3跟2/3的分流了，中间就是把这个沟渠啊全部要挖清，第三就是把这个下面的这个排水沟啊再加了一条，否则排水沟只有80公分，太细。根据当地里长表示，神农路一带已经多年没有清淤，这一次总算从头到尾一次全处理好。高雄市水利局也有信心，如果不是极端气候带来的夸张雨量，高雄市绝对能够度过台风的考验。港都新闻综合报道。为了协助处理跨境旅游消费争议，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举办论坛，邀请亚太各国的小保团体参加。副署长叶匡时也提醒消费者，出国前要多收集当地的消费资讯，如果发生争议时，政府也有旅游保险机制可以协助处理。消费争议不论国内外都可能发生，只是在国外人生地不熟，往往求助无门。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特别举办跨境旅游消费权益维护论坛，邀请各国交换争议案件的处理方式。而在境外的时候会如何处理，我们在外面非亲非故会更为难，所以我们这次特地邀请了亚太地区的几个国家地区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那也就是说，帮助大家来一起了解大家的状况。论坛中邀请韩国、越南、菲律宾、香港、甘肃等消保团体参加，高雄市副市长叶匡时也受邀致辞，提醒消费者如何避免和处理旅游消费争议。我想最重要就是事先的要把讯息尽量收集的多一点，然后另外呢，消费者特别要注意要去的目的地，它的一些安全卫生。那如果说这个我们消费者呢，透过旅行社去这个消费呢，结果发生譬如说意外也好了，或者是说这个旅行社如果因为什么原因欺骗啊等等啊，其实我们都有相关的保险措施处理。各国处理消费争议时都会有语言和法律上的认知差异，透过消保团体彼此协助处理，能让消费者找到申诉管道，因此台湾消保会将在论坛后与部分国家消保团体签订协议。
借这个机会了解各国的旅游的一个风情以及当地的习俗等等，然后也了解他们的消费争议的解决管道。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签订一个友好结伴的一个结盟。那遇到日后双方所在地的消费者有这个任何消费争议的时候，透过结盟单位的一个这个通知之后，能够快速来解决这个消费争议。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发展观光产业，但如果发生旅游消费争议，将可能重创该国的观光形象。透过消保团体协助处理，维护国人旅游消费权益，让旅游留下美好印象。港东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运输业年度盛事2019商业车博览会上午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国内外百大品牌齐聚展出。副处长叶匡时也受邀出席活动，并体验试乘全球最新的纯电卡车。他强调，电力取代燃油是运输业发展的趋势，也对这场试乘表达肯定。副市长叶匡时坐上全球最新的纯电卡车来一趟人生初体验，虽然不是亲自驾驶，但一趟试乘下来满意的不得了，非常的稳，然后很安静，相对跟传统的卡车比起来是舒服很多。这是觉得这个未来的趋势应该是？这一定是未来的趋势，因为事实上这个大家都知道，慢慢汽车的能源应该要改成电动的，所以那像这个台湾，尤其是卡车哈、货柜车这方面呢，它的这个也很多是比较老旧，而且比较效率上、效能上都比较差一点，所以我们会希望说未来这个电动运输哈、电动商用车会变成普遍。叶副满意的不光是车辆的宁静度、安全性，电力取代燃油也是未来商业车辆的发展趋势。请启动，欢迎品牌大使福修伊坎特。全球最新的纯电卡车在2019商业车博览会上亮相，除了看准高雄市全台商业车辆使用最密集的城市之外，也象征纯电车辆将逐渐取代燃油车辆。最大的特性，它现在是6颗的电池，然后它的续航力是110公里，它的时速是8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将来趋势，给那个温厂可以很享受去工作的一台车。跟这个展览，我觉得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一方面呢，它出了像这个 Fusel Encounter 全世界第一部商用量产的商用车哈。那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呢就很希望呢，因为这样的发展呢，那我们商用车业者慢慢可以多开始使用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子。台湾去年第一次举办商业车博览会就广受好评，也成为全球运输业的重要活动。今年移师高雄，超过20家运输工会、百大品牌力挺，包括重型卡车、游览车、物流车辆都在展场陈列展出。预计将为商用车产业拼出上亿元的商机。港都新闻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高雄盐城区的文武圣殿庆祝建庙来台百年，在3天绕境活动圆满结束后，盛大举办宴会，宴请南台湾各路神明吃板豆。由于动员人力浩大，现今已经很少见了。透过镜头带你认识传统庙宇文化之美。盐城区文武圣殿文恒圣地迎台安座百年庆典活动，在3天绕境圆满结束后，遵循古礼盛大举办四软宴，堪称宫庙界的国宴，宴请各路神明当座上宾甲板的难得一见。在前几天3天绕境已经完成，那今天呢，咱举行的是四软宴，就是在宴请我们这次来参加的我们的有庙的诸神圣菩萨准备了一个御宴，就是类似我们以前那个帝王皇帝在宴请一样的。殿内云雾鸟绕，仿佛置身仙境。3年一次的四软宴，以拟人化的形式，由礼生分别送上福禄寿大宴，每道菜中间还会安排敬酒。董事长蔡明宏表示，宴会动用人数多达300人，宴请近50尊神明，场面隆重盛大。台湾本岛几乎已经很少看到了，甚至于连在澎湖本岛也非常非常的少了看到了，因为每次动用的人员各位观众可以看到
几乎都要超过200个以上哦。那时间呢又很长，这一场宴席下来了，一个仪式下来，现在有改良了哈，也比较缩小一点，还是要几乎超过6个小时。文武圣殿庆贺建庙来台百年，扩大举办文化祭，除了有平安绕境祈福的活动之外，也透过一系列公益歌唱竞赛、彩绘灯笼等，让民众在一同欢庆的同时，更加了解盐城这块土地。而活动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这场祀软宴。来自澎湖的文武圣殿一肩扛起捍卫传统文化的责任，也让人看见传统庙宇文化之美。更多新闻，李正道、罗少君采访报道。为了因应教育部108年新课纲中新增的新住民语教学，在社会局的辅导下，担任母语讲师的新住民姐妹自创具有文化特色的桌游，让学童透过游戏互动，轻松学习越南语，认识当地民族文化，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翻开牌卡，最快用越南语喊出正确数字和美食的人就算胜利。改变刺激的心脏病游戏，融入异国美食的这款桌游，是在社会局辅导下的真爱天使儿少关怀协会培力的新著名母语讲师自创的文化桌游。去学校教越南语的那些姐妹呢，然后我们在想说啊，我们要怎么想，怎么那个想办法让那个可以用。越南可以教越南，又可以玩游戏，而且又是那个小朋友很熟悉的游戏，对对，所以一直想想说啊，那可能用那个把扑克牌里面的图案啊，把它拿掉，要改成越南的景点啊，或是越南的美食啊，给小朋友认识啊越南的那个文化。五个那个越南语叫做 Nang 啊，这个它是月亮虾饼。很好，然后酒是琴，他的那个菜是生春卷。有趣的桌游让小朋友轻松认识越南的特色美食及知名景点，还带上斗笠跳起当地舞蹈。教育部108年新课纲中新增新住民语教学，而高雄的新住民就有6万多名，是全台第二多。如何推广多元文化，桌游就此诞生。社会局在新住民姐妹的人才培力上，我们也花了很多的功夫。那像我们从6月开始，我们培力我们有8个团体的新住民姐妹，那他们从他们自己本身的长才开始发展，那有一些是舞蹈的，有一些是美食的哈，那有一些是桌游啦等等，那透过他们这样子一个方式，然后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文化的深度的美丽。像刚刚有一位孩子，他刚开始呢，因为比较缺乏自信心，所以他就说他不想参加，因为他很怕挫折。但是当他看到孩子们这样子在桌游里面进行的当中，他就大概过了5分钟，他就慢慢的自己也投入了这样子的活动。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呢，可以提升他们的自信，然后呢，可以让他们呢对这个越南的文化有更深的体认。历时2个月完成的桌游，从东南亚文化经验出发，新住民老师借由互动游戏，让母语教学更接地气，向下扎根推广多元文化。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为了促进银发族健康，苓雅区福仁里与慈济合作设立关怀据点，规划多元课程，鼓励长辈走出户外。而社区也跟上苓雅国际街头艺术节的潮流，成为国外游客的口袋打卡景点。更多社区故事，请锁定7月18号晚间9点播出的《熊睡力》。在老师的带动下，长辈充满朝气，一起动起来。为了促进银发族健康，苓雅区福仁里和慈济合作设立关怀据点，规划多元课程。而其中一堂课就是重现捏面人记忆。对初学者来做的话，这个苹果很好发挥，所以哦，他就第一堂课他先选择苹果。也有些阿嬷他觉得学这个很好，就利用暑假或寒假就带他们的孙子一起来学习。再现传统技艺，唤醒了长辈的童年时光。除了多元课程鼓励长者走出户外，漫步在社区的巷弄内，处处可见缤纷可爱的彩绘。一间甘玛店更是成为游客的打卡景点，就吸引了好多外国人来这里打卡，他们就很高兴了、
啊，彼此哦语言也不通，他们就很赞。跟上国际街头艺术节的潮流，苓雅区福仁里不只用彩绘翻转社区，也看见在关怀据点的凝聚下，长辈彼此间拉近了距离。更多社区趣事，请锁定7月18晚间9点播出的《熊睡力》。港都新闻，张世明、夏小欣采访报道。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为履行媒体试读教育的承诺，与一所大学大传系合作制播新闻。今天要带您来看凯旋青年夜市重新开张，究竟是否吸引人潮回流？一起来看看。2018年4月，经营20年的凤山青年夜市因土地违法而搬迁到凯旋夜市。凯旋夜市原本拥有占地广大，动线顺畅，停车场更可容纳上千台汽机车，加上紧邻轻轨、捷运，交通十分便利，许多民众都很期待新址的开幕。你觉得人潮有变少吗？人潮应该都对于的那个客人群不太一样，这里比较偏僻一点，它附近比较没有一些。是啊，假日真的蛮多的，平日会有稍微人潮比较少一点。但经营一年后，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人潮大不如前，尤其是平日小周末，跟凤山青年夜市旧址人潮相差甚远。那你觉得他搬来这边之后有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吗？都环境改善啊，动线比较好等等。那我觉得，如果搬来这边的话，是整体行进的路线对。我们逛的人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因为它整体空间比较大嘛，对。那还有环境上面，那它比之前的旧青年干净许多。从凤山迁移的店家特别有感，虽然观光客群变多，但老顾客都流失了。采访民众因为距离凤山市区偏远，交通来往不方便，对新址感到遗憾。您就是在原本旧青年那边，大概频率一周的频率？5、6日都会到。每周至少2天哦。对，那到了凯旋这边呢？一周只变一天。每天一个月大概1到2天。就是因为交通的问题。对，因为交通的问题。会有，因为这边那时候已经有点没落的状态啊，青年进来刚好把他们的旧客人一起带过来这边。那现在看到的是旧客人比较多还是观光客？旧客人，观光客可能有多一点点，可是没有旧客人那么多。人潮逐渐衰退是凯旋青年夜市目前面临的最大危机，需要相关单位思考如何创造夜市独特性来吸引人潮。记者杨义君、徐宝欣、陈君佳，高雄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高雄、台南、屏东地区阴阵雨，气温26到30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阴阵雨。气温26到32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7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7到34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我是夏小欣，我们下次再会。
阳这座城市记录咱大家故事，每一条街路拢有咱上怀念的滋味，每一个风景拢留有咱认真打拼的身影。徛伫属于咱的城市，用心感受上界实在高阳味。庆联江都用线电视，甲恁牵手向前行。挥手大力一挥，四十多年的路桥顿时化成瓦砾，告别过去的场景，取而代之的是畅通的道路。桥拆了，路通了，高雄的情感全串联在一起了。庆联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高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趣味的友情，予人温暖的亲情，助人感动的爱情，也够上骨力的热情。加油！加油！加油！拢伫咧上水的你。每一个人的生命有限，我只顾。